夜深了，天更冷了，街友们还好吗？一群医师和志工带着物资上街头。啊，别再进店了。仁医会医师纪邦杰已经75岁，把街友当家人，没有分别心。你糖尿病要治疗，你拿转诊站去都不要钱呢。蹲跪在地下道听诊、触诊，把关流浪者的健康。岁末寒冬送暖。给你照顾我，照顾身体哈，穿好少哈。这一两天的天气又降温了，又比较寒冷，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大家出来联合夜访，来扩大来关怀街友。义诊时灯光不足，就打开手机手电筒照明。除了送热食御寒物资，最重要的是再一次确认街友们都健康安好。有一种不知有病嘞。将近40位志工与医护从车站、地下道到公园路口忙碌着，直到深夜。大爱新闻正善美志工卫育县刘义南、刘本介，台中报道。